我和你在一起以后，这个对我有多好？有求必。老公，我负责貌美如花，你负责什么呀？插花。我坐哪里啊？哎，坐这儿，软坐。现在是软坐，一会儿变成硬坐，再过会儿就变成插坐，怎么都走不了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两厘米。老公，嗯，为啥你们男人出轨我们就得原谅，我们女人出轨你们就不能原谅？我给你打个比方啊，嗯，比方说你拿一把钥匙开别人家的锁，你愿意？这个别人拿一把钥匙开你家的锁，你愿意啊？我愿意呀。老公，我睡不着怎么办呀？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吗？晚上没吃饱，睡不着。哦，那我去给你做碗面。下面不饱呀。下面吃不饱，那我去给你做碗饭。老婆，你打我干嘛？老娘说的是那个下面。美女，经常挂牌开车的都管他叫老司机，像你这总喜欢别人家老爷们的，怎么称呼呢？代驾。美女，你让我查一下子呗。啊，不好吧？哎呀，没啥不好的，你让我查，我着急有事儿，行吗？这么多人呢。哎呀，没事，他们不会看的，我查完我就走了。那大哥来吧。我他妈查手机充电，你以为我查你呀？我查一送你。猎片全网最火实拍群社区，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搜索 RQQ 844 即可进群。